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精彩五三九冷热门球号大对决》第二回。精彩五三九啊，一共有39个号码，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开奖，所以到今年为止也已经开奖出非常多次了。每个球号开出的频率几乎也都有所不同。如果以几率来说，每个号码开出的几率其实应该是要接近的。那接下来会是最少开出的号码比较容易开出呢，还是最常开出的号码会继续连庄持续开出呢？就用这个几率游戏来实验看看吧，这次要一次买六期哟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来挑选，精彩五三九，这边选冷热门球号，在官网上也有这个选择哦。然后一样挑选精彩五三九，选这边选109年，然后依照开出次序查询。哦，出来了，冷热门球号，哇，总共有这么多号码呀。好，冷热门球号出现了，哇，这边是次数，这边是球号，哇，你看这个27号球出现了25次，你看最少的25号球只出现过5次呢，所以差距非常的大呢。所以呢，来挑选热门球号27号、25次的、10号、18次的、1号，哇，好多15次的哦！1号、20号、23号、28号、29号，都是15次啊。所以前面这两个27号跟10号各出现25跟18次的，确评中选。然后后面这边一样挑出3个号码好了，01。20、23、28、29，挑3个号码，怎么挑呢？挑选这个好了，选个108年的，用108年的次数来选。刚刚看到的号码，好，108年的，所以刚刚是01、20、23、28、29，刚刚这边有出现01。哇，01有，所以01中选，哇，01出现54次呢。然后接下来20、23、28、29有没有？哦，23又有了，所以23也入选了。接下来28，哦，28入选，所以决定了，这次选的热门号码是27、10、01、23、28这5个号码。好，开始来填写投注单吧。所以这次要投注的级别是109000089到109000094，也就是109年4月13号到109年4月17号开出来的精彩五三九。刚刚选出来最热门的号码，第一个号码是27号，27在这里。第二个号码是10，10在这里。第三个号码是01，01在这里。好，第四个号码是23，23号在这里。第五个号码是28，28在这里。好，投注单写好了，下面这边也是选，这里是多期投注，这边一样把它写，一次写6期。来看一下，这边是热门的球号，这边是冷门的球号。哇，冷门球号25号只出现过5次呢，这里是球号，这里是开奖的开出次数哦。来看看，挑选5个冷门的25号，最冷门只出现过5次，15号只出现过6次，14号也是6次，32号7次，21号7次。哦，决定了，就是这5个号码了，25、15、14、32、21这5个号码。好，来填写投注单吧。好，现在开始填写选出来的冷门号码。第一个号码是25号，第二个号码是15号，第三个号码是14号，第四个号码是32号，在这里。第五个号码是21号。好，写好了，那期待开奖吧。
哇，金彩五三九冷热门球号大对决，一次买六期，一共买了12张，看起来好壮观啊。好，那开始来对奖吧。好，现在开始来对旗别10900089期的金彩五三九，左边这张是热门号码，右边这张是冷门号码。热门号码011023，哦，23中一个号码，2728没有。好，杠估。然后这边1415212532都没有，好，港股，好，来换下一期。这是10900090的，看一下冷门号码0110232728没有，港股。冷门号码1415212532又港股，好，这两张都港股，好，换下一期。好，这一期是10900091期，好，看一下哦。0110，哦，10有了耶，23 27 28，哦，中两个号码，10跟28中了，所以这张中了50块钱，耶、热门的果然还是厉害啊，热门的目前暂时领先，中了50块钱。然后冷门的勒14152153的，哇，一样刚估。好，来换下一期。好，接下来期别是10900092期的，来看一下热门这边01102327 28，哦，28中了一个号码，哦，中一个28，热门的中一个28，冷门的勒14152123的，哇，冷门的杠估，嗯，一样两张都杠估。好，来换下一期。好，这一期是10900093期的金彩539。好，来对这个热门的01102327 28，没有冷门的杠估。好，先来对冷门的1415，哦，15有诶，中一个号码，来2125，哦，25又中一个号码了，哦，25然后32没有，哦，所以这张冷门的也中了耶，一样中50元，所以咧目前累积是热门的中一张，冷门的也中一张，1:1平手，哦，还剩下最后一回合。好，来对下一期吧。好，这一期是10900094期，来对热门的01102328，没有杠估。然后冷门的勒14152125323，哦，32中一个号码，不过一样是杠估，所以勒全部都对完了。所以这一回的冷热门球号大对决，一共买了六期，花了600块钱，冷热门球号各中了一期，各中50元，所以几率是公平的，冷门球号跟热门球号都中了一期，相部是平手。不过这样子一次买六期真的太重本了啊，一次就花了600块钱，中了100块钱，等于做了500块钱的公益啊，所以以后还是一期一期的买吧。嗯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